那身边就有朋友要包场，像是村长之类的。之类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我跟老公请过，有 NCL 来看，你要包个十五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？他今晚没有来，今晚没有，他在录音。哦，问得很细。光看有很多韩国粉丝有来看吗之类的？对，有机场有遇到，他们都会亮他们的牌子，那个时候会觉得很感动啦，因为就是特别飞过来，然后只是为了看这个现场，就会觉得打从心里谢谢他们。那身边就有朋友要包场，像是村长之类的，之类的，没有。现在还，我现在还没有听到，但是大部分都有说会买票支持，因为会想要去看看吧。如果说哦，你看过电视剧的朋友，我会觉得说，很好奇电影要怎么样去发展这个故事。我跟老公请过，有 NCL 来看，你要包个十五吗？压力也太大了吧。有空的话，我觉得他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去看。好像有讲一下吧，因为他知道我最近在宣传。他今晚没有来。今晚没有，他在录音。哦。问得很细。有没有？他有约其他朋友。我约我同学，因为我有很多同学是很喜欢这部剧，然后他们今天能看电影蛮开心，我觉得还可以看两个男生。我是有朋友说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很想要跟演员们拍照。那在同学间，两位男生还是有兴趣的吗？我有，可以转向上。